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共业，那么利他呢就可以减少共业。那么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啊谈到了共业啊，然后我们就谈说是共业跟这个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究竟有什么关系，那么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为我们来开示？这也是个大问题啊，这个蛮深奥的一个问题。可是呢，在学的名词里边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讲啊，这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，两个连起来的，这就是慈悲。这个层次相当高的，不是普通的人能做得到的。我现在要先讲慈啊，就慈悲啊，一个是啊叫做生缘慈悲，一个叫做法缘慈悲，一个叫做无缘慈悲。生是生老病死的生，就是众生的生。法呢是佛法的法，方法的法。无缘呢就是没有，有很多人说我跟你没有缘呢、这不是这个意思，有缘没有缘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生缘，这个缘是因缘的缘啊。生缘它是有一定的对象，这是众生里边是哪一些人呢，我要救他们，我要帮助他们，我有特定的对象、特定的范围。这个对象是啊，就是众生里边有差别的，就是有亲、有疏、有近、有远、有大、有小、有尊、有卑。那么这种慈悲心也不能说不好，也很好啊。那这种有差别的一种慈悲心，不是平等慈悲，这叫是生缘慈悲。生缘慈悲里头也有层次，生缘慈悲有的人呢，就是我凡是啊认识我的人，我多帮助他，这个已经心量很大了。有的人说不一定呢，我只能够帮助若干的人，我的力量就这么大，若干呢我愿意帮助的人，我能够帮助的人，那可能是我的亲戚吧，我的朋友啊，我们的家庭里的家属啊，或者最多扩展到我们的这个社区里边的，我这个社区里边的这些朋友们呢、邻居们呢、这个是一个层次。另外一个比较更大一点，我是要帮助啊台湾的人的，全台湾的人有什么问题我都要帮助的。或者是有的人说我只是帮助台湾的妇女，或者是我只是帮助台湾的呀这个残障的人，或者是我准备是这是帮助台湾的一些盲人，或者是我帮助台湾的一些呢这个雏鸡啊，类似的这种讲话啊，这种想法，这个都叫生缘慈。生缘慈它有类别，特定的对象，它有对象，它有特定的对象啊，这个也算是慈悲，不能算它没有慈悲啊。叫法缘慈就更高一点了。佛法教我们慈悲，对众生呢、这个一律平等的。我只知道对众生慈悲，对众生帮助，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需要我帮助呢，我全力以赴，只要我能力范围可能的，我一定做，不论是什么样子的好事我都做。那么这种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也有了，不是没有了。什么人求他都可以随喜，但是是不是全力以赴呢，这很难讲了。这全力以赴什么事都是全力以赴的话，这个人已经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呢他是呢尽其可能的来帮助所有的需要帮助的人。那么这种人呢可以讲是法缘慈啊。法缘慈它是没有界限，没有差别，没有类别，没有特定的对象，但是呢他就是要帮助人。
第三个层次叫做无缘池。嗯，所以无缘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我给你没有缘，我给他没有缘，不是。帮助所有的一切人、一切众生，心中啊不存有帮助众生的这种啊想法，帮助了用种种方式来帮助人、帮助众生，来自于所有的众生他都帮助啊，但是呢他心中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一个帮助人的人，这个里头叫做有三轮体空。嗯，所谓三轮呢，就是就三方面都是空的。是，第一，没有我这是一个做布施的人或者做好事的人。嗯，第二，我没有想到有对象让我做了好事，让我去帮助了做了布施。第三呢，我也并没有任何东西啊，任何事情啊，是在做着帮助众生的、利益众生的事。在心中，在布施以前做布施以后，心中没有挂碍，没有啊，再有想把它记录下来，或者是说有一种说我是曾经做了好事的人，这是哪一些人是被我做了好事啊，受了利益的人，心中没有。做完了以后，就好像空中的鸟飞过去以后不留痕迹，在风吹过以后啊，就已经没有声音。要做到这样子，鸟飞过去是鸟，风吹的时候是风，但是呢已经过了以后，风是没有声音的，鸟是没有痕迹的。那这个叫做无缘的慈悲。这个无缘的慈悲啊，很少人能够做得到。可是呢，我们应该学习。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三种，一个叫生缘慈，一个叫法缘慈，一个叫无缘慈悲。如果能够啊做到生缘慈悲已经不错，能够做到法缘慈悲是更好。无缘慈悲是大菩萨，来看一看我们往哪一边方向做。但是我们呢，无缘慈悲有的人虽然做不到，最好啊晓得有这么一个层次。是，无缘慈悲很难做到，但是我们至少呢可以试试来做到生缘慈悲。也欢迎您在生活里面实践，更欢迎您下次继续收看大法鼓。